最佳安装厅。来，这是你的车票哦，多谢哦。但这么没车，咱赶紧冲过啊！好啊！先生啊，袂当行铁桥哦，安尼真危险，你知无？若要行吼，都要行那边的天桥过啦。Hey, Mr. 吉拉夫，你吼袂当超过黄线哦。你敢知影？若是你徛伫超过黄线的所在，等火车一站的时阵，就可能会互吸过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呢，千万袂当安尼做哦。来，大家照顺序上车吼。哎呦，你看这票足重的呢。哎呦，安那拢了袂掉啦。掉啦。爸爸老弟，你袂当徛伫车门的边啊啦。若是车门无设你拍开吼，你人会跌落去呢。是。哇哦，足水的呢。各位旅客。幸福站到了，各位旅客，前方登高啊！机子啊啦，要落车啦！看红灯都来了。高啊哦！来来来，大家排队照顺序落车吼、哦。落车的时阵爱注意，爱等火车停好以后照顺序落车哦。这里哦，上下车的时阵吼，爱注意月台跟列车之间的空隙哦。丢啦丢啦，伊大概吼拢嘛安尼无注意，唔才会发生这种代志。我知啦，后摆吼我会注意啦。对啦，也过几件代志是伫坐火车的时阵爱特别注意的哦。伫月台等车的时阵，袂当超过黄线。三角灯车门要关的时阵，千万别当强要爬上车哦。车在走当中，更加别当随便拍开车门，才袂发生危险。上下车的时阵，爱注意月台跟列车之间的空隙。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关心你。